去遵循祖先的宗法，我们才值得获得王的恩典。你们这些没用的东西，就连你们献上的守卫都挡不住这些低等的生物。重新，不，证明你们的价值吧！解决这些入侵者，把他们的头颅带来的部族将会获得我的恩典。卡吉许部族会展示出强者才有资格替王效劳的原因。不可能，我们的力量是帝国里最强的。哈萨克会让所有人看看为什么我们才是真正的魔骨。我们是真正的部族，外来者无法改变这一点。格萨恩部族会让你们这些想要权力的家伙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是王身边真正的勇士。我们永远不会放弃主导我们人民命运的权利。是谁让外来者进入我们的殿堂？只有哈萨克或卡吉许部族会做出这种背叛的事。只有格萨恩的疯狗会为他们自己的失败指责别人。你们的部族嫌疑最大，一定是你们。格萨恩部族说的对，只有不讲道义的哈萨克部族会使唤低等种族，你们一定是叛徒。剧本写得不错，但骗不过我们。的部族显然已经勾结，为了王的荣耀，为了我们的帝国，你们都去死吧。Thank you.
我离得太远了。这就是你们的权利。